再没感觉。有感觉了，背面比较大而已。我们连脚踏车都跑不赢。新进一台全新四代 Focus ST Line Vernier 版本，这台全新改款 4.5 代。你都是几年的？2023年、24年四的。这么新啊？没错，跑一万公里。这么新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。有什么区别哦？你看这矩阵式头灯就不一样了，头尾灯不一样，然后内装有一些些变化，等一下大家看。最主要是这个最顶级的版本有驾驶座椅电动椅，本来要手拉嘛，还要最顶级的版本才有。就用那跟上一代插板一样的铝圈、啊，我觉得这个诚意就没有那么大了。对、啊、用一样的铝圈，铝圈还没消化完。有可能哦，清库存啊。尾灯，我们再闪一下灯，灯给它闪下去。Pose。差太远了吧？啊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凹洞。这个小问题啊。你有学过钣金吗？李师傅，你忘记了？对，你可以吗？钣金烤漆，对不对？小问题。这种拳头大小，这种材质，我跟你讲，有特殊的处理方案。怎么处理？等一下带大家看。好，你会处理好就好了。会处理好的，保时捷尾灯、嗯。你硬要这样子说，我也不反对。Macan 凯宴呢？对吧？来内装，涡门免钥匙，迎面而来。你看这个椅子，行不行？我敢看，蜂巢的菱格纹座椅，还有洞洞哦，电动椅。电动椅有什么好稀奇？现在什么都买有电动椅。上一代没有电动椅，那就跟这个车况有问题啊。电动椅这么基本的东西，就有些晶片，控制售价，可能，控制成本就控制售价。这一次有一个12.3寸的超大屏幕，连冷气的位置都移上来，在这一排。这萤幕有感哦。你看，你先把它封起来吧，超大。还有这一次的 HUD 抬头显示也是有做一个升级的，增配备的 LV2 灯车、BNO 音响，这个必须的哈、哦。主要是它有的一个这里来看 ，Moving Star 的这个按钮，它现在设定在这个位置，以前在这里嘛。这位有点低耶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位置？我就觉得它有点质感，有点。跑掉，这有点隐藏式那种门板的那种感觉。就你一坐上车，你不是车主，你可能找不到发动钮在哪。我看哪里不一样哈？基本上没有啊，你看那换挡的一样啊，一样旋钮，但是屏幕很大很爽。对，原厂就给你了，这个牌价是98.9万嘛，隐蔽性怎么样？蛮好的，看不到。你们后面没有人，会有电尾门吗？他这一次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原本你后面有一个出风口拿掉，为什么要拿掉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开这台车又不用载人，享受弯道的竞速，不用载人。那是不是代表他这一次冷气要自己做一个升级，所以他才可以狠心的把后座拿掉？那太简单了，因为他把钱给了电动椅，他就把你一个东西拿掉。就是说上帝为了你开启一扇门之后，关了你另一扇窗。没错。但如果这两个你要选哪一个？我让你选电动椅、啊，选电动椅、啊。对啊，反正后面也不是我推。后面我可以把那个中间就往后吹，吹这个方位去飞的、啊。电动椅很重要、啊，那有记忆座椅更重要。你知道重要的点在哪里吗？你看其他女生是不会被发现的。对。我没有这样做。渣男专用、欸。是你刚刚跟我讲的、啊。这种事情就不要拿出来台面讲。这种事情，我等一下先。发信息给老婆，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，这是一个秘密。这样啊，出发，看这个是不是很激热口？是不是很 low 口？等下不知道的人会不小心关到啊！哎呦，这么给力啊！我先是运动模式，标准模式，3、2、1，182匹马力。听说这一代已经有一些水塞的问题，我感觉这次的方向盘比较轻盈。一点加速油门的反应比较好。3、2、1，这种感觉是不是？没感觉。生气，运动模式再没感觉。有感觉了，背面比较大而已。我们连脚踏车都跑不赢。到了。刚刚没救啊！他在刚好在转角我刚刚没注意到他是在转角，我手可以伸进去里面把他推出来。你这姿势好性感哦！你在跳什么韩国女团的舞吗？那个三正舞啊，跳一段三正舞。你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弄出来？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锅热水？等下这锅热水把它浇下去，它就会有热胀冷缩的反应，慢慢从这样，这是理想，理想，
好了，来喽。好，来。这样淋一淋，等一下就有哈，你就看它蓬起来了。怎么会有那种自信？有吗？加上这个的作用，就不开玩笑了哈。根本吸不住。打铁趁热。我不知道啊。你不是旅行吗？有些东西哈、喔，被专业的。就说艺术是不太能勉强的，你知道吗？搞那么久，搞一个小时，赶快嘛！还有，其实我们在后面保险杆，车主已经有帮我们联络要出那个保险啦。啊，如果说可以不用到整只换的话，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外面做一做，就是看情况，主要还是以不更换为主。以上就是我们这台2023年、2024年是4.5代 Focus ST Line Virginal。是这样念吗？怎么跟刚刚念的不太一样？是这样念吗？这台卖多少钱？卖多少钱？七字头开回家好不好？本来要八字头，新车100万嘛，一年车不到，70万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开不回家，不行，再想想啊，不要勉强啊。好 ，OK， 全省都买车卖车，各种车种、各式车况都可以跟我们联系。全省强力征求伙伴，销售采购有经验都可以。好 ，OK， 来，哆来咪发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